林家宝，我还是你，是你设计要送电话的。几千块的酒钱，搁付不出来啊！你是会当创酒偌久啊？我跟你讲，明月嘞，说这钱哦，明月偷我付掉，你对我下腰搞白分去，搁要另外去换钱，你即摆自投罗网啊！我敢免跟你算一个总账的。我起码跟你明白，你会当离我愈远愈好，卖过来搅了阮爸爸妈妈，让伊会当欢欢喜喜过日子。刹车失灵一定有原因，煞伫咧才开机才回乌白讲我哦，恁就是条狗鱼。要叫叶志成出来啊！刷落来这台车，我会请第三方来做评审。总共车无问题，那呢就是恁的公平赛。到时阵我伫附近，操心我伫骗算，你搞。你的小妹无法度顺利结婚，迄个杀人凶手竟然阁会当面对恁姊妹啊！哦，迄良心真正叫到家去。你的意思是讲叶文聪害死德胜？阮爸向家遗嘱，要甲大部分的现金跟资产还给叶芳。我希望你当当个作家，这就是你真正的厝。我说，我现在准备回去做家，而且曹凤跟我去住宿啊。林家宝，我还是你，是你设计要送电话的。几千块的酒钱，搁付不出来啊！你是会当创酒偌久啊？我跟你讲，明月嘞，说这钱哦，明月替我付掉。你对我下腰搞白分去，搁要另外去换钱，你即摆自投罗网啊！我敢免跟你算一个总账的。我起码跟你明白。你会当离我愈远愈好，卖过来搅了阮爸爸妈妈，让伊会当欢欢喜喜过日子。为着要救你，连正统业界接班人，竟然无惜牺牲别人活落去的权利。可是讲我的忠心，必须爱牺牲一个人的性命，那呢我一世人，我拢会赎罪啊！但是到底是安怎，请你详细甲我讲好无？